在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为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小小的等待，大大的收获。大家好，我是张杰，广告很短，不要走开，一会儿我要点名哦。丁丁，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爸，球鞋。爸，买什么球鞋呀？还不如买几本书呢。穿上这球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别送啊，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哎呦，昨天还好好的嘛，今天怎么就蔫了？我们放了它吧。你不是说不想放的吗？啊？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会好一点。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一粒大米从播种到成熟，大约需要170天。从稻谷收获到大米上桌，需要初筛、碾米、抛光等至少8道程序。而一碗剩饭，我们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倒掉它。就是这样，人人一秒的动作，每年浪费掉的却是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光盘行动，人人有责。车险即将到期，客户拨打4008-60001:1专人服务，车险价格有惊喜，线上投保上平安好车主，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线上投保上平安好车主，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4008-0000000。 You ready? Let's go! 暑期出游去哪里？1047告诉你，遵义严选很给力，8年7晚很彻底，大人水王别担心，主播带队好用心，1047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红色了解详情吧。7:30，1047 Nice FM 为您播报半点气象。来，咱们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呢是多云，半夜到明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小雨。今天偏东风3级，明天是东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3到15度。气象变化万千，好音乐如影随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47 Nice FM 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上班路。收听音乐导航。Hello， 大家好，我是于超颖。2023，开车就听1047 Nice FM。乐观 ，idea。哇哦，不错呀。优质，温暖，有趣，专业，灵气灵脉，内心强大，活泼，正能量，一起玩，家人。做自己，宁波地表六边形电台，1047 Nice FM。美好的一天即刻出发吧！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上班路》。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down the bud light. Bad bitches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Thank you.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上班路啊，周三啦，周三的早上好，我是杰仔。那这边有一个路况方面的提醒，来自于高捷人生这位朋友说的是福明北路与江南路路口有一个红绿灯故障啊，大家过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另外呢，就在刚刚，怒斗士这位朋友说的是世纪大道过通途路这边北往南的方向，左侧有两车道呢是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两车相撞的情况啊，撞得很严重，估计马上就要拥堵了，希望人没事儿啊。确实还是那句话啊，希望人没事儿啊。这两条路况呢都已经置顶了，各位刚刚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呢，在开发置顶里边能够找到这两条路况，再次感谢各位分享的朋友。今天咱们这话题呢说的是您有没有这午睡的习惯啊，我看了一圈了，其实与其说是习惯呢，不或者就是直接来说一点的话，就是大家也是逼不得已啊，晚上睡那么晚，早上起那么早，为了这个别人睡午觉可能是生活习惯，咱们睡午觉可能是为了防猝死。哎呀我天，这个太打工人发言了。小雨酱他说每天7:30上班，早上不到7点就要出门了，对吧？不午睡呢可能会这个突然一下狗带这。实不相瞒啊，就杰仔每天的睡眠时间呢不多，我大概晚上12:00-12:30睡着，这个是正常情况下，可能还会相对来说还会晚一点，这个不确定啊，基本上12点之前不太可能睡着啊。早上起床的时间是6点钟起床，7点呢，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坐在机器前面跟各位来聊天了啊。所以基本上我是属于中午会抽时间睡个觉的，不然的话可能真的熬不住。就像刚刚也有很多朋友在咱们抖音平台上看直播的朋友，对吧，啊，就说哎呀杰仔白头发有了，对吧，你们是没有这个镜头怼着我头看，我这头发给你扒开里边全是白的啊。当然这也不纯粹是可能睡觉睡得少有关系啊，可能其他各方面也都有原因。就总的来说呢，各位这个睡午觉啊可能并不是说您喜欢啊，就主要就是逼不得已，如果不睡的话可能身体吃不消。当然也有朋友说上班8年了，我都不知道午睡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只有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您的这个工作时间呢它确实是跟打仗一样啊，不允许您有一个午睡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您的精力充沛，平时早晚作息非常的规律，并不需要午睡来补充您的睡眠时间，对吧。就像我们很多朋友在聊到这个呢就提到啊，是不是这个跟一些国企的员工啊或者说是事业单位的员工啊，他们中午有休息比较长的时间可以用来午睡，那很多这个岗位上的朋友们呢其实并没有一个时间来允许，或者说一个工作环境一个睡眠环境，就只能在桌上累的时候稍微趴一会儿，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时间，这个可能跟大家的工作也有关系啊。像现在很多单位呢，它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夏令时了，就中午呢比如说啊，中午11:30-12点，开始进入休息时间，下午的2点开始上班啊，这个时间比较固定，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用来午休。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中午其实并没有这种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可以睡觉的时间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国外的研究报告还是跟各位说一下啊，就省流午睡超过半个小时，相比于一些时间过长啊，可能会导致您更容易发胖啊，这是国外的一个研究了。先是一份成绩单了，哎，这个呢可能跟在座的各位也有关系啊，
说的还是五一时候的一个成绩单。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统计，在五一的这个假期笼统的一个计算之下呢，截至到目前啊，20多个省市区已经是公布了五一文旅市场相关的数据。第一位，各位猜猜是哪儿？五一啊，五一的一个文旅市场啊，河南啊，咱们河南呢共接待了游客5518万人次，位列第一。第二名和有长假期间的旅游总收入破300亿的，总共有4个地方，依次是浙江、云南、河南和江苏啊。浙江的旅游人数并非是最多的啊，但是消费市场相当的强劲，就俩字儿，有钱，对吧？啊，在这些省份当中呢，河南的表现是尤为引人注目的。从2019年的3639万人次到如今的5515万人次啊，河南增加的旅游人数甚至是高于湖南、湖北、内蒙等地的各个五一期间的一个游客数量啊。咱这个也跟近些年来啊，河南的一些城市呢不断的推出一些新玩法啊，这个是一定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洛阳啊，洛阳现在想把自己呢，或者说已经是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汉服友好型的城市，有很多喜欢汉服元素、喜欢咱们一些古风元素的朋友呢都知道啊，所以在过节啊，或者说旅游的期间呢，会去到洛阳，带上几套自己比较喜欢的古风的衣服去到洛阳，你会发现有很多啊，你的同好，这个在圈内也叫同袍嘛，对不对啊？都会汇聚到洛阳。其实，在整一个五一期间啊，洛阳这个城市呢，几乎是全程穿越啊，你走过去一看，3步一贵妃，5步一公主啊。还有像是龙门石窟啊等等的一些地方，已经是成为了汉服爱好者们的打卡的热门景点。穿着古风的衣服，再去到啊这个古建筑、古色古香的一些啊带有古风韵味的一些地方拍照，已经成为了圈内的朋友们打卡必去的地方之一了。再加上现在什么小红书啊、微博呀、啊，包括一些就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啊账号，大家都喜欢拍一些自己平时喜欢的元素在里边。喜欢二次元的朋友们，喜欢 cos 的朋友们啊，就 cosplay 啊，或者是去到这个一些动漫展啊，也会有相关的元素。那喜欢汉服、喜欢古风的元素的朋友们呢，就更是有自己心目当中几个排名前几的打卡地啊。在这里呢，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您平时喜欢的领域有没有一些排名比较靠前的打卡地，分别是哪些？您可以说说看自己喜欢哪个领域啊，自己最想去到什么地方打卡，都可以来跟咱们分享一下啊。那这么来说的话，杰仔平时喜欢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可太多了，喜欢一些二次元的文化，对吧？喜欢一些数码产品、电子产品，喜欢一些科技方面的东西，还喜欢自行车，啊，还喜欢汽车。那我要去的地方可太多了，北京的中关村啊，深圳的华强北，上海的 ChinaJoy，还有这个刚刚结束的在上海的自行车博览会等等等等。那是不是我这么内向的一个人，我就应该到处跑呢？那应该也不是啊，在我心目当中也有一些就是值得去打卡的地方，各位也可以来说看您心目当中啊值得去打卡的地方跟您喜欢的东西，对吧？相关的数据显示，在五一期间呢，洛阳古城的特色文化街区接待了游客100余万人次，像是白马寺啊、隋唐洛阳城啊等等的一些景区的游客呢，也达到了历史的峰值。龙门石窟啊，更是跻身五一期间全国10大热门景区。那与此相对比的是，今年的四川呐、湖南呐这两边的数据呢，跟预期的不太搭得上啊。作为传统的旅游大省，湖南今年的旅游人次呢，较2019呢
依旧是有所降低的。19年的五一小长假啊，湖南的旅游人次呢是2322.31万人次。那今年官方的数据公布出来呢是1787.1万人次，这个是掉了挺多的啊。那四川的一个数据呢，2019年是4322，那么到了今年呢是4013，也掉了小几百的一个数据。这两个省份作为传统的一个旅游大省，今年的这个数据比较一般哈。河南啊，确实是异军突起的感觉，给人一种就是，哎，我接下来的打卡地啊，必有河南省内的景点一份子啊，这种感觉。那么说完了五一假期了，对不对啊？可以啊，就是怎么说呢，垫着脚尖看到的下一个假期也是没多久了，对吧？还有大概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也就是咱们的端午小长假了。各位不知道五一有没有出去玩，有没有玩够？那接下来的端午小长假，您是否会考虑有一个出行的打算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五一咱们是有5天的时间，但是端午小长假呢，其实只有3天的时间哈。所以您可以想说说看啊，这个3天的规划里边有没有跟五一不同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开发上，以及是在咱们的抖音线上的互动平台啊，已经有朋友说端午估计在家里边蹲是吧？如果五一玩够了也行，或者说呢，您准备哈再攒攒积蓄什么的，到时候再玩一波大的是吧？可以在我们的所有的平台上面啊，都可以留言。我们呢看到的话呢，就可以跟各位来说说看啊，各位的一个接下来端午的一个安排。二手车冠名播出咱们的资讯快车的栏目，真车源、真车况、真车价，上途中3000多台认证好车等您挑选。我刚提到了五一出去玩啊，去河南的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提到了河南呢，另。